名门线上课程《易筋经》第二段，第五招《心易筋经》。此招对应手少阴心经，常练此招可以伸展活络手少阴心经。心易筋经，两手向前推掌，眼睛瞪大注视指尖，眼睛放松，两手由小指依序向内旋转握空拳，收至胸口扩胸后，胸口放松，错误的示范。在推掌时，双手手掌过度靠近，这样容易造成胸口气闷。正确的示范。在推掌时，双手手掌应保持一个胸口的宽度，这样有助于打通胸口郁闷之气。分解动作示范。在推掌时，注意两手伸展直而不僵，手掌保持在胸口高度即可。完整示范。第六招，小肠易筋经。此招对应手太阳小肠经，常练此招可以伸展活络手太阳小肠经。小肠易筋经，两手平展，右手端盘横移至左侧，由小指依序向内旋转握空拳，穿过腋下，前后穿掌，身体回正，右手肩轴放松后换边。
分解动作示范。在端盘动作时，应注意手掌保持在胸口高度。由小指依序向内旋转握空拳时，两手穿过腋下，手掌打开，身体回正，肩轴翻转放松。背面示范，完整示范。第七招，膀胱易筋经。此招对应足太阳膀胱经，常练此招可以伸展活络足太阳膀胱经。膀胱易筋经，两手向左横移，右手绕头，左手摸背，前后平展，换边。侧面示范，双手绕头摸背后，前后推掌时，应保持立掌，手掌大约在胸口高度即可。Thank you.
完整示范。第八周，肾易筋经。此周对应足少阴肾经，常练此周可以伸展活络足少阴肾经。肾易筋经，两手仰掌上提至胸口，膝盖弯，重心落脚跟，慢慢起身，错误的示范。当膝盖弯曲时，身体重心前倾，这样容易增加膝盖负担。正确的示范，当膝盖弯曲时，身体重心应落在脚跟上，这样有助于气血贯通至脚底。完整示范。